吕一芬 Hido 整场辣拍，懊恼颜面香菇。哦，阿呼不知西藏被离家出走 ，Temple 也一去不回头呢。事情是发生在四号台北小巨蛋举行的2017 Hid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。哎，先来听听众家实力派。你难过，我停止先要自己，自以后前程纪念好多风景。竟然辣拍，然后节奏再也跟不上。可好像有五个阿昏抢着唱歌呢，哎，阿昏拍拍啦，都这麦出状况啦，然后阿昏懊恼的下台后，直接赶往台东拍戏，就错过男友阿东前度 Elva 啦。久未发片的 Elva 担任颁奖人，还与前度周汤豪同场哎，虽然没碰到面，但人大方称赞帅到分手超好听。最大赢家则是林俊杰和五月天，同获四奖，可喜可贺。娱乐东京文报道。